你还好吗？以后不允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那种情况下，是个人我都会救的。你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你不后悔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来让自己死心的。你的意思是？你还没死心。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救你了，我一定是上辈子、上上辈子、上上上辈子欠你的。是我欠你的。别人说我负心也好，自私也罢，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让你死心的，我欠你的，我用这辈子的时间来还。金宇，童浩遇到你以后爱上你了，单俊浩遇到你以后也爱上你了，我想这应该就是命运吧。都怪你，我本来都要走了。刚才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没有办法不在乎你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，你都已经结婚了。可是我还没有宣誓啊，你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。近一点，我看看你啊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！我抓到了，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自己。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再也逃不掉了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不放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尚夫人。